家好，我是来自国立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的 Momo， 我代表 JOE 社会企业。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关于阿嬷教我的事。我的阿嬷今年88岁，有糖尿病，必须靠着助行器才能行走。她不能走太远，更不用说爬楼梯。在我印象里，阿嬷很少跟我们出去吃饭。每次找她，她总是说：“阿伯阿伯阿伯，你少年的去就好。”小时候，我总觉得阿嬷真是不合群。但是我长大了，才慢慢发现，原来阿嬷是世界上最体贴的人。他只是不想麻烦我们，他只是想保留一点在孩子跟孙子前的面子。我真的很喜欢跟阿嬷出去吃饭，但是我却发现到，在众多的美食 App 中，竟然没有一个是给不方便的人用的。所以去年我开始学写程式，感谢我的好伙伴中央资工 Hiking。大江之工安安，还有北交大数位佑伟，我们一起开发了友善台北好餐厅这个 app。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 app 里，不管你是轮椅婴儿车、孕妇拐杖族、眼睛不方便还是听力不太好，或者是你需要无障碍厕所、停车位、 WiFi 充电座，我们都可以告诉你这样的友善好餐厅到底在哪里，距离有多远，应该怎么去。一般的美食指南还有一些餐厅资讯我们当然有，但最特别的是我们有详细的包括出入口、斜坡道、点字菜单、服务铃、厕所、电梯，还有最重要的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详细介绍。这样还不够，有图有真相吗？所以我们还有餐厅的详细实际状况的照片，我们都要看过了才知道能够带阿嬷去呢。有了台北好餐厅，现在阿嬷每个礼拜最期待的就是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不对，现在阿嬷是每个礼拜都暗示我们要带她出去吃饭。不过这当然没有问题，看着阿嬷和爸妈开心的笑容，我们知道这只是第一步，他们还有好多的梦想。友善好餐厅，友善好电影，友善好公园，友善好旅馆，而且也不能只有台北吧，友善台南，友善高雄，友善香港，友善北京，甚至要有友善新加坡，友善加拿大。阿嬷说她要出国去看孙子。跨领域、跨城市、跨国家，总之只要是爸妈和阿嬷想要去的地方，我们这种团队就要带他们去。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天使的故事。不好意思，请大家看一下你们的右后方，看到那位漂亮可爱的姐姐，她是妙红 Angel 姐姐。她本来应该在这个台上，但是却因为阶梯而进不来。可是我们没有生气，我们把这化成另外一种公民行动的力量。我们刚才看到那些友善餐厅的资讯，全部都是由妙红他们这些不方便的人亲自去餐厅调查完成的。他们使用我们为他们设计的友善城市调查 App。 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只要是拿着 App， 就很简单，跟玩电动一样，咔嚓一声，这个走道不够宽，再咔嚓一声，这个电梯进不去，只要录音一段就可以告诉老板什么是真的友善好餐厅，怎样的马桶才能够用。妙红姐姐是友善台北最大的推手。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们的眼神闪闪发光，因为他们有着二三十年来不方便的经验，他们才是友善城市真正的专家。他们从需要被帮助的人变成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们一起创造的有尊严的新职业，我们叫他们爱的特派员。爱的路上帮助的我们的人还有很多，宏基跟华硕不仅跟我们一起参与设计 App， 还要赞助我们平板电脑，而中华电信、台哥大还有远传电信提供 3G 上网服务。最感人的是资策会还有21世纪不动产，还要发动企业一日志工，跟我们爱的特派员在今年前要完成1000家友善台北好餐厅大调查。
而这个成果将成为台北市政府申请2016世界设计之都的超级大亮点，因为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台北如何用科技解决高龄化社会的社会问题。对我们而言，我们不只设计一个电脑城市，我们真正想设计的是一座友善城市。结合云端技术平台和行动智慧服务，我们提供友善城市的 Total Solution。目前已经有8个城市、17个团体与我们联络，希望获得技术的移转或授权。我们是众社会企业，一个人有梦想，两个人有伙伴，三个人你我他，我们站出来就有力量。过去科技已经让台湾伟大，未来只有有人味还有兼具社会创新的科技才能使这个台湾这个国家既强大更伟大。友善的城需要友善的人，我们需要你一起来共。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刚刚自己新创服务